人耳鼻喉科医院为了实践以患者为中心的针对性治疗的价值，经过详细的研究以及各专家无数次的手术经验为基础，向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它代表了把呼吸道狭窄的部位变宽，或把失去弹性的部位变结实的所有手术。本院通过睡眠多元检查，以准确的诊断为基础，利用手术或非手术的方法等，来选择符合患者特性的各种治疗方法，这是本院最大的优势。蓄脓症手术是利用内视镜，通过鼻孔清除因慢性而引发的炎症和囊肿等的手术，拥有外部不留疤痕，使术后的痛症或并发症最小化的优点。除此之外，随着头痛的消失而提高集中力，提高学习或业务效率。鼻塞手术是利用激光或高频使肿起的鼻黏膜在不损伤组织的情况下快速变平滑的手术，尤其是利用等离子体的手术，几乎没有痛症和出血的优点，术后便可进行日常活动，无需住院。从外部改变鼻子的形态，提高视觉满意度的同时，还解决了鼻中隔弯曲、鼻炎等功能性的部分，是追求完美的鼻部手术。实施睡眠麻醉或全身麻醉之后，对整个脸部进行消毒，以无菌的状态开始手术。鼻部手术使用的移植物是用自己的身体组织的一部分或已获得认证的人工产品，保证安全。多人根据患者当前的鼻部状态展示合理的鼻部模样及改善功能。多人医院是保健福利部指定的韩国第一的耳鼻喉科专业医院，有11名专业医疗团队进行门诊治疗和手术，当天便可以解决诊疗、商谈、检查、手术等，向外国患者提供英语诊断书等。为了使术后恢复顺畅，利用邮件进行术后管理。多人不断努力帮助患者重拾健康生活。저희다인은연간4000건이상의수술경험을통해축적된풍부한경험과숙련된전문의들이환자들에게최상의서비스를제공하고있습니다하지만다인은여기에자만하지않고언제나저희병원을내원하시는환자분들을내가족을치료한다는마음가짐으로성심을다하여진료의만전을기할것을약속드립니다24年传统，长久以来深受患者信赖的医院多人，韩国耳鼻喉科领域的代表。现在，多人耳鼻喉科医院将与您同行，直到您康复。仁川是拥有仁川国际机场和港湾的医疗中心城市，在仁川更加方便。仁川是预备国际先进的医疗机构的城市，在仁川更加安全。仁川是提供合理的医疗价格的城市，在仁川更加适当。仁川是一座拥有各种名胜古迹的城市，在仁川更加快乐。
医疗机构获得政府的积极支持，在仁川更加可靠。在东北亚医疗中心城市仁川，您将能享受这一切。